这一棒把球打成了在左半边方向，结果被祖外手给接伤。那这个球应该是够深远的，没有问题。三点胜的跑者呢是回到本垒得分，这是一个高飞牺牲打，有一个打点。这最起码说该要的分数有要到。十队的这两分呢都是获得保送的张泰胜的跑回来的。对，太赞了，也快变成得分王了。哦，那个四坏球一上去就跑回来。 对啊，这个四坏球在棒球的每一局的当中的重要性就在这个地方。昨天在前三局的时候，六次的一个四十球，那有五名都跑回本垒得分。